って、ロッチって、みたいな、お金使って。あー、好難な。あ、现在要来一个远景。真的有设计过的。亚洲飞人科术疗用机车非常人，小人农战却用华为飞人枪，英雄出少年喽。你有没有真的像刚刚那样有摔过吗？没有。有没有把那个别人的同事的腿弄断过？还没有，都没有出过事。你说那有没有身上有什么疤、战利品的小顾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来的？就是连续三次都撞到这边。啊，就是你就一直流，一直流。但没有伤到骨头，就是蹭到这样子。还有就是脚还扭到。那我问你，你玩这个妈妈有没有反对？还好，因为都会带我去比赛。所以家人是支持的。真的也摔成这样，如果是你妈妈应该会气疯吼。据我所知啊，连美国最夸张的飞屋顶的也有，真的，然后他们跌都跌得很惨。真的，他超惨。你要不要讲一下你最棒的战绩？你是什么比赛的冠军？嗯，就是去全亚洲少年组第四名。哇！还包括白人。还有白人。前三名都是白人。然后他们。威顿，真的？那他们有没有看到你吓到？怎么那么厉害？还好，就还有一次是那 Global 杯的那个大招赛冠军。哇！真的，极限运动真的需要很多毅力，每天都要练习，对不对？还好，还好，因为每天练哦。哦，这个算嚣张了。因为我在网，就是我有朋友在网玩那个板，对，然后我看到就是哇。台满枪，就是，我就是看他们就是有玩那种就飞那种手扶的那种楼梯的那种，对，然后他们就整个沿着那个楼梯这样下来。有玩过那个吗？我想请问老师。有，可以飞下来，然后矮一点的可以跳上去。哇，那像比如说这个脚脚你上得去吗？这个，定板，要看看定板可以，定板头。可以吗？不确定哦，确定哦。好，那就来试看看。它要坏掉。不会坏，很专业的感觉。所以你有跳过比这更高的？有飞台的话可以飞你一个人高，比我还高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们现在就不啰嗦，找两个人来给你挑战看看。可是我觉得他们会很惨，会输。小杰 Hero， 你们 OK 吗 ？Try， 敢做第一件事。Hero 现在整个脸都发白，我看你们两个个子也差不多高。Hero， 你 OK？ 你可以拿弹珠超人出来。有看有看有看。你还知道他有弹珠超人？超人。两个人有改造过。特别强吗？对，特别强。等一下你就笑不出来了，你来小杰先来试看看。有什么动作他们可以做？你 OK 吗？可以请老师先示范。好，你简单的一个，他们学。因为最基本的溜很帅嘛，就要收板。不收板踩这边，踩中间的地方。踩中你的脚就要收回来，要不然你这样定住了，它就上不来，所以就要上踩。然后你的脚要去接哦，然后脚你手没接到，有些人会打到鸡皮，然后就会打到。太直接了。我们是合家观赏的，想必是有被打过了哈。没有，我看过人家打过。哦哟，有什么可能的？手机，试看看。好，你不要踩到鬼鬼哦。哦，稍微没抓稳，再一次好不好？来，到中间一点的话。加油！好。知道把脚收回来 ，Hero 现在想说简单嘛，这个。
当掌把它这样合并。天哪，小老师才刚说完 ，K 王替大家做了错误的示范，小李痛苦的嘞，你没事吧？传说中，等一下 ，Hero， 小 Hero 现在有事吗？没事，你还要再试一试吗？哎呀，小妞妞没事，你要小心一点哎，不要。半截吧，李。不要二度伤害。好了，不要再伤到小 Hero 了哈。会怕真的不会怕，真的不容易，这个会怕了，会怕了。哇！对不对？离很远，离很远啊，害怕，好怕，加油！要到，要到，二度伤害，老师，天哪！真是一场悲剧，连续被打了两次。听说我看你这辈子应该说很怕玩滑板了吧？男孩挑战极限运动。天哪！伤害！等一下，小杰，带他去检查一下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你那个发育中，哎，他刚刚被伤害到，已经起不来，然后又在伤害，然后现在。我不会哭了吼，不会哭了吼。真有想哭的感觉。可以，没关系，这不适合那个初学者玩。好啦，来，老师，那再介绍下一个动作给我们学。下一个叫做臀跳。臀跳，很难耶，老师。Hero， 你确定你要再挑战吗？你确定吗？只有这一招吗？哦，这是基本的。没有没有，我想说比较没有那么危险性了。好辣。什么技巧要跳的感觉教一下，反应要比较就是要钻那个感觉，你在点的时候，因为它这个是有带力，然后你这样刷，然后你的就是一二三跳，四个步骤，一二三跳，听起来很简单，感觉很困难那个。对啊，小杰先试看看，小杰先试看看，要小心啊。去哪？去哪里？啊，小杰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他快成功哦，他知道那个步骤。有飞一点点起来。啊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哈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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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原地吗？嗯，好，来原地。原地更难吧，我看。对啊。飞。啊！差一点点。差一点点了。算这样算是有练到吗？有成功吗？有，第一个有一点点。第一个有一点点。没有啊，现在大家都你知道，小小杰很担心。好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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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一点啦，差一点，有，好啦 ，Hero。Hero。大家小 Hero 受伤了。等一下，你确定你要原地吗？还是你要滑一滑再跳？那么危险哦，原地比较那么低，这个老师这样就对了。开心了，在那边找到。小心哦！不是叫你原地跳哎，你是想说制作单位帮你卡接是不是？卡接一个替身，然后你只要处理。好了，加油！我点。好了，他真的不行。不要了，不要勉强吼，老师不要勉强，因为他这个软柔软度要很好。堂主，堂主，獒犬会。天线。獒犬会。真的假的？獒犬会。还有小马。獒犬跟小马都会。哦，好。国标王。獒犬，我先跟你讲好哦，你穿这样子，如果摔跤，真的不是很普通的丢脸。吼。好，老师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试看看吼。我原地就好。好。好。
一定要 solo 一下，怎么喜欢穿国标衣服的人都会搞的，哎呦，小马很会哦，平常有玩一下哦，不要跌倒哦，算厉害，哎呦，臀跳是一个好，好臀跳，还有腰，这裤子太长了，不错吧？他玩上瘾了，好练，真的耶！但是 Hero 算是失败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爱的小手还是要伺候一下 ，OK 吗？好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要打哪边？屁股，屁股，用力打屁股。我觉得他好可怜哦，今天。好了。太小力。很想哎，两个好像很奇妙的感觉，很奇妙的感觉。告白，告白。好了，被打也没办法了哈，对不对？真的自己不会。好了，那老师再教我们下一组动作好不好？下一组动作。嗯，下一组。嗯。什么名称？Shuffy，Shuffy，就像他刚做的，他的是这样反过去的，我是正的。正的，嗯，哎呦，左右移位，哎呦，这也太难了吧？这个比臀跳简单，很简单啊。这个比臀跳还要简单，比臀跳简单吗？因为这个你只要前脚抬起来，后脚往后勾一点点，你看就这样。有技巧的，怎么样，小杰？小傻眼了，小杰，加油！我棒棒糖精神要拿出来哈！加油！哇，这个整个就是要助跑一下了哈，接好啊！有一点舞蹈细胞还是有差了哈，快成功了！加油！小杰，现在是整个脚软吗？很恐怖，怎么办？那还要不要挑战？还是要把机会让给 Hero？ Hero 等一下就要叫妈妈了，怎么办？有路 ？OK 哈。我觉得不要勉强，不要勉强。有人要帮他吗？帮 Hero 一下。谁？阿本 ，OK 吗？好，阿本来帮你了。你还是比较好，因为好不好？堂主很害怕。对呀，你行不行啊？说真的，不是要帮人家吗？记住老师讲的诀窍哈，加油！传出去了。什么摄影师？你这是帮人的吗？你要去哪里？天要去哪？我觉得他现在很后悔。哎，他好像做了别的动作。有没有回去啊？做的动作。还有没有人要挑战？算了啦，大家面面相觑，整个很输啊，对不对？小杰屁股还是要好不好？爱的小手来一下，用力的打。哇，好可怜哦。好啦，那这个张老师，你觉得我们这几个弟弟还有没有机会，就是有一天可以练得跟你一样？如果现在开始，还是有机会，还是有哈，只要有心，人人都可以做。很多东西，同学们下次要不要学别的啊？ Yeah.